满洲正白旗世袭郡王衔多罗哲敏贝勒额尔及崇利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个节目的发起人黄子韬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教练黄子韬。说唱基地主理人黄子韬。现在一定要活着。别沉默太久，就等云淡风轻后。看哽咽的朋友，我的心也暴雨气候。哎呦，干什么？王教练，你不要躲避人家的眼神。运气从来没输过。恭喜汽油队，恭喜没挂机，恭喜天仙男枪队。运气从来没输过。为什么我的父亲去世了，我还可以那么开心？我只想告诉大家是，我爸爸一定不希望我难过，所以我从第一天我就很坚强。其实是那些过往，不管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见，感谢已不再。我跟我爸爸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，无论以后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无论我再怎么跌倒或者我再怎么难过的时候，只要眼泪流下来的一瞬间，我一定会在那一瞬间把我所有的眼泪擦干，继续站起来往前前行。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开心下去。向你敬礼三路。我向你敬礼四路。微信转账给你600块，趴下让大家看一下 OK。 四路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思路。每天一起床太累了，回来跟你们支个播聊聊天，思路一下，就思路一下，我的心情才能好。黑弟，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，永远的抛弃代表的是我们的。希望每一个认识我的人，支持我的人，看我东西的人，都可以因为我而获得很多的正能量，因为我而变得越来越好。我觉得有的时候见证就是最好的方式。我觉得我的粉丝就见证了我一路走来，那我很感谢从刚开始出道到现在的一直支持我的粉丝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才是真正的见证，见证了我一步一步怎么爬上来，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困难怎么解决，怎么站起来，陪我哭，陪我笑，陪我走到今天。所以我就是想跟你们说，就是越是喜欢我的人，我更想要看到的是你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让你们因为我而变得越来越正能量。谢谢海浪。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坚强勇敢，敢拼敢闯，心态放好，可可爱爱度过每一天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